马祖慈悲，大家好。那网络的朋友来问顾问说，不同的进香席，也就是不同的庙，我们的进香有请领那个进香旗的，可以在我们的家里的神桌上啊放在一起吗？啊，放在一起。啊，顾问的回答是可以的。那进香旗的用意，也就是说我今天呢去一个庙。去进香拜拜，那我有一个喜宴来请一尊那个神尊，可是因为我的能力呢不够，那我来请一尊令旗或者进香旗啊来回去来护佑我。那进香旗它有它几个的作用，它有可以代表神尊来回来。那我们呢，如果有神尊，也可以请个进香旗。好像他的兵将令旗一样啊，一起请回去。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多神教，那我们拜妈祖呢，也可以拜三老夫人呢、啊，也可以拜济公啊，啊，那这个因缘的不同，我们再去进香，那请回来，那就像行尊一样，我们同时也可以家里拜三尊啊，啊，拜妈祖啊，啊，济公啊，土地公啊，太子爷啊，关公啊，可以啊。所以香旗也可以摆在一起，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个问题是蛮能可以单纯而且回答的，是香旗可以摆在一起，连神尊都可以摆在一起，为什么香旗不能摆在一起？那因为每年进香请神尊不方便，我们就带这个香旗代表我们的神尊回祖庙去进香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香旗代表神尊去啊过个炉啊回来可以。啊，如果我们请神尊安神尊不方便，用金香旗代表啦、啊，放在神座上面来拜啊，啊，然后去进香就可以。所以我们可以拜三尊五尊的一个神像在神桌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放在一起啊？所以顾问的回答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马祖慈悲。